鄭佩麟會長。首先呢，就我不需要一個老裝屎的局長呢就回答我問題的。其實份報告其實清楚地說了，就是現在行政長官任命校董的一些弊端，他可能有些的即校董是不清楚大學的事務是怎樣，是已經很多很詳細列出現在的問題，然後呢那個所謂的局長呢就只懂在這裡說持之有效，是啊，我不知道他說什麼啦，即是其實你是文盲啦還是不識字啊，其實好像是一樣，是即是我怕你連這兩個形容詞都未必識解，但我希望呢就是其實教資會的人士呢就真的認真去考慮回究竟即是我們的意見書其實所指出的一些的建議，其實就是我們不希望就是政治干預大學校園，就是維持翻、捍衛翻院校自主同學術自由，就係咁多。好，咁好啦，再次多謝大家團體保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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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局長，請你睇下。請你返回座位。保安人員，請你返回座位。工作人員，請立刻。鄭先生。鄭先生，請鄭先生，請尊重我的意見。鄭先生，請回埋座位。鄭先生，請大家回埋座位。你已經交咗啦，我哋會請回埋座位。鄭佩麟，回埋座位啦，搞掂啦，都解決咗啦。回埋座位先啦，已經做咗啦。好，咁等我做埋應該做嘅嘢先啦。我再次多謝今日出席公聽會嘅團體代表同在席人士，同埋局長出席今日公聽會。咁我宣布公聽會結束，多謝大家出席。